19岁嘅嘉杰报名嘅几张近照，令制作组嘅所有女同事都对佢相当着迷。喺边个女同事咧就千叮万嘱我咧，就话佢睇片嘅时候咧特别留意到你嘅腹肌。系。系啦。就连导师都睇到眼金金啊！真系好期待啊！我叫邓家杰，大家可以叫我家杰。过左边睇，周远。嗱，兄弟，咪话我唔提你啊！你真人同张相差咁远呢，个表演要好好睇噶。如果唔系，实死硬啊！哇！又拍断晒啲骨啊！虽然截骨舞乃系造星冠军级别嘅舞种，不过系未够噶。你系咪唔识唱歌噶？唱歌其实系弱项嚟，咁要听下啦。若然现时士气高昂，即管放肆任性。当你感到无力软弱，切记不怪宿命。若然做人未算聪明，更要卖力亡命，还未要负责仔细，切记尽兴。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，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。看来家杰的真诚打动到花姐，看下她几冧。无惧雨水沾湿两眼。我想讲唱歌，其实你不是唱得很好，但是你唔系，但你要一路吸引住，我好想听你唱。你唔知点解好有感情咁啊？佢啱啱咧投入到，知唔知突然间佢都冇影响到佢啊？几犀啊！19岁，点解呢个样咁惨？你想喊啊？唔系，我好感动。点解嘅？因为我唱得唔好都可以揾到啲位置赞我。唔系啊！唔係啊，我 feel 到你嗰個真誠同埋嗰個好純粹啊！其實呢樣嘢有時仲大過技巧嘅。估唔到家傑用最唔擅長嘅唱歌打動一眾導師，睇下花姐笑得幾開心。不過有單嘢大家似乎忽略咗。你喺邊度翻學啊？演藝學院。哦，啱啱上完。係啊，跳舞。咁佢入咗會唔會阻礙你翻學噶？應該會 quit 噶啦，如果入咗噶，因為學校係唔俾 outside job。因為演藝學院咁，每年會有幾千個男仔揀一個，然後我就係其中一個。入咗全民造星，我應該會停咗先咯。因為我而家 Year One 啊，所以佢係 Year One， 尤其是佢會好驚影響到我學業，所以一係就停學玩比賽，或者繼續讀落去就唔玩比賽。我嘅目標就係我一係就行唔到，要行嘅就行到最後，唔會後悔啊！怎会后悔啊？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会后悔。跟着出场的是79号卡杰，他表演是 rap 加跳舞。我想入来这个节目可以得到更大舞台表现自己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表演的。你一个二个见到我心呢条废青系边个？跟住落嚟分几张，我有啲嘢想讲一讲。平时喺房啊，今日喺厂，我唔黐住张床，决定嚟闯一闯。话得呢个比赛我都知，我唔系一定会红，但我系香港制造，企喺度会保持笑容。我最终做星定做牛做马，做人最紧要系做得潇洒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